只要是公益活动，就经常看见他身影的黑人，今天再度和老婆范范合体，一起到麦当劳叔叔之家担任主厨志工，教导现场孩童一起制作熊猫饭团。只见黑人当场用娃娃音教学示范，果真是两个孩子的爸。都有戴手套吗？我们现在把手套戴上，有没有？把手套戴上哦。如果小朋友可以带一只，妈妈带一只的话，我合力来亲子完成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捏一个圆圆胖胖长长的椭圆形。重点是有水哦，这个水很重要。好，现在有没有看到海苔？我们先找到弧形的那个耳朵，有两个弧形的，我们先从耳朵开始贴，好不好？自从年初生下双胞胎飞翔兄弟后，黑范夫妻就轮流在社群网站上当炫娃魔人。近日有网友发现，想翔竟然跟韩国人气三胞胎中的大哥大韩长得超像，就连鼻子上的点都一样，还把想翔跟大韩的照片拿来对比，一堆网友惊呼根本是同一个人啊。范范妈妈一听到儿子被夸可爱，当场害羞了起来。韩国的那三兄弟，我知道，大韩民国万岁，大韩民国万岁，好可爱他们。对啊，没有啦，谢谢啦，因为我们菲菲想想才8个月嘛，然后就很多朋友这么关注我们的那个脸书啊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